learnmandarinchinese.com. More information in the video description.我在家里。你什么时候来中国？ 你什么时候来中国？ 你什么时候来中国？ 我10月去中国。 我10月去中国。 我10月去中国。谁在医院工作？ 谁在医院工作？ 谁在医院工作？ 医院里有很多医生。他们都在医院工作。 他们都在医院工作。你的家里有电视吗？ 你的家里有电视吗？ 你的家里有电视吗？ 有。 你喜欢看电视吗？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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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不喜欢看电视， 我喜欢看电影。 我不喜欢看电视，我喜欢看电影。我不喜欢看电视，我喜欢看电影。电影太好看了。 电影太好看了。电影太好看了。你明天做什么？
你明天做什么？你明天做什么？明天我去看电影。明天我去看电影。明天我去看电影。今天你想做什么？今天你想做什么？今天你想做什么？今天我想看电视。今天我想看电视。今天我想看电视。我喜欢睡觉。我喜欢睡觉。我喜欢睡觉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桌子上有什么？桌子上有什么？桌子上有什么？桌子上有一本书。桌子上有一本书。桌子上有一本书。下午你做什么？下午你做什么？下午你做什么？下午我去买一台电脑。下午我去买一台电脑。下午我去买一台电脑。上午你做了什么？上午你做了什么？上午你做了什么？上午我学了汉语。上午我学了汉语。上午我学了汉语。电脑在哪儿？
电脑在哪儿？电脑在哪儿？电脑在椅子上。电脑在椅子上。电脑在椅子上。狗在哪儿？狗在哪儿？狗在哪儿？狗在椅子的下面。狗在椅子的下面。狗在椅子的下面。你好，李先生。你好，李先生。你好，李先生。你好，王先生。你好，王先生。你好，王先生。你有女儿吗？你有女儿吗？你有女儿吗？我有一个女儿。我有一个女儿。我有一个女儿。她有儿子吗？她有儿子吗？她有儿子吗？他有一个儿子。他有一个儿子。他有一个儿子。他的儿子会说汉语吗？他的儿子会说汉语吗？他的儿子会说汉语吗？他的儿子不会说汉语。他的儿子不会说汉语。他的儿子不会说汉语。他的女儿很漂亮。他的女儿很漂亮。他的女儿很漂亮。
你的先生做什么工作？你的先生做什么工作？你的先生做什么工作？他是医生。他是医生。他是医生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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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很漂亮。你很漂亮。你很漂亮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你太逗了。谢谢。谢谢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不客气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对不起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再见。再见。再见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你好，你是谁？你好，你是谁？你好，你是谁？
我是你的老师。我是你的老师。我是你的老师。